色的。嗨，我现在要，我们要现在要出发去 McDonald's event， 我们就要去 Jump Street 找 Big Yong、唐勇、宝贝、Danny、三金、Everybody， 还有 Danny Boy 啊、Justin、吴宗翰等等的。然后后面有一个宇宙最强红人雨虹。嗨，我不是雨虹啊，我是香蕉。有点甜，这首歌很好听，是吗？没有，我讲这，你讲，我讲，所以我有唱到很难听啊，因为我那个喉咙的状况的关系。所以你听到你觉得很难听？没有，没有不好听。但是因为那首歌已经给陈嘉彤 carry 着了。哇哇，卡住了，好。所以这首歌的 carry 是我。可是你觉得我唱的好听？你觉得放屁，我会觉得好听。什么？会去那个 McDonald 的 lunch， 是因为他们现在 launch 了一个新的 burger， 叫 Spicy Korean Beef Burger， 然后那个广告是里面的女主角就是我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就要去他的 lunch， 然后再吃多一次那个 burger。By the way， 那个 burger 我上次吃到还蛮喜欢的啦，不知道今天吃到热的那个感觉又是怎么样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McDonald， 来啦！他跟我讲韩文呢，安妮啊，很多四米的，四米的。You want to tell the world how you are 1 hour late to an official launch event? I didn't know. Yeah, she don't know. She said she don't know anything. 零号的错，他没有跟我讲。Hi Kitty. Hi. Hello. 很好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吃了。刚拍完一轮照，然后。所以这节的主角就是上次我拍的那个广告，如果你在 Facebook 应该会看到这个广告是我来的啦。这是 Effect 里面是黑色的，反个 Effect 的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一个。在美妆都有这种。这个。开始有了。Fries 就是薯片。这就有了是吧？我这里都买。超硬啊，超脆的。然后我都还没有吃到这个。然后还会看美妆 set 哦，这个 Frozen 版的。那椅子呢？太面啊，就有这个菜，我这菜呢，它的酱呢是酸酸辣辣的，有一点姜的味道，它真的很像韩国餐的味道，可是它不会太辣，它是辣，但是还 OK， 没有太严重。它的香味真的很亚洲，跟一般我们吃到的麦当劳的味道很不一样，很棒。有没有很幸福呢？幸福呢？摆一个非常幸福的表情。现在有一个薯片挡着我，拿走。一二三，幸福。一了哈，就拜拜，各位。各位，各位啊，我们过来了。啊 ，this mess up the makeup 嘞。需要准备哪点哪点 ？Let me look at that. Okay. Bye. 好啦，不要浪费白去，我们先去 Jump Street。我来到机场了，我要去 check in。哒哒。Yes, ma'am. How can I help you? I want to fly. Fly to where? I fly universe. To... Yeah, I want to go to rocket. Go to you universe. You only got reverse here. Don't have universe. Go one luggage. 哎，你的冰不能打理。我还以为可以收工了啊，结果明浩讲要我去拍照。就讲，讲得美。这个人每天逼我做工，每天都叫我做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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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做工吧，我们拍是拍两场，好，拍完那个去那个去那个去拍照拍照拍照，耶，我们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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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呼，反正今天有的所有的中文圈的 YouTuber 几乎都来齐了，耶。好开心哦，今天可以跟我一起来这样去玩，这是人生最最最最最有成就的事哦。Hey, Spider-Man! Hello! Spider-Man! Hi! Spider-Man! Hello, Danny! Hi! Hey, hello! Hi! 哎呀，都没有，都没在这边了，你几次来的？我刚到。Are you invited? 我有一万个朋友。Well, 今天的僵尸常勇叫我们穿一个很特别的衣服，我们现在去换。十七 feet。哦，还蛮挡的。哦，哎，够喘，小姐，
Hello。啊！你走开，你恶心哎！走开！第一次见到碧勇。嗨。第一次见到。他比我想象中高大很多。他很高哎。还有棒振。很瘦的。棒。年纪老。老年纪老。这边是最老的，所以年纪老很容易累。大家好，我是Danny温丽明。没有人穿到这样美来跳床的啦。有不错。哎，莫小姐选美啊。真的。这样子啊，就是原来赵岩你这样美了哎。超累了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厉害，谢谢。没有，我是刚进去被围攻啊，所以。你只被蔡常永攻吧？没有啊，我被好多人攻。扣子，扣手，扣子，扣手，扣子，扣手，扣子，扣手。你问你赢没？啊，叫大姐。我觉得我比他好，我不过他快点，他比我好。不跟他不要搞，快点啦！哦！哇！我操！危险状况，上镜不小心跌倒了，真的要注意安全哦！再有专业医护人员帮他。不能跟佳佳一起去巴塞马拉了。I am Banchi。我要跳啊！跳吧，三、二、一。我大胆的。哇，你很爽哎！摆个 pose， 摆个 pose， 直上 pose。太疯狂了，其实还蛮解压的，偶尔来玩一下这种。可是其实现在我的颈有点受伤，来，我在练那个 black flip 的时候用颈来 land， 然后我觉得我大概又要去找我们的帅哥医生讲究蛋了。 Daniel I'm coming。 姐、yeah, 我们现在去看 C， 今天是一个很忙碌的日子。为什么在 shopping mall？ Fight Security Security。 好看吗？今天好棒好棒，我也觉得好看啊。我要表演魔术。没有了没？还有人，还有人等着一下。那个拜脚的。哎，还没完，拜脚的。有一个上，你是要扣他是吗？加油！来来看看看看，大家摸摸。Sorry。张晶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耶，脚肿了。伤筋了，我的筋伤了。你还要扑梗？啊！被哪只玩的？哇！他们有生气了啊！我在这里郑重声明，我讨厌蔡长廷。哎，我真的超怕死了，然后还要拿出来跳。蔡长廷，我跟你绝交了。哎，找人把蔡长廷弄走。但是可惜推你的不是佳佳呢。小心哦，上镜。不要锁门啊！不要锁门，我们不会闯进来，但不要锁。我们现在带你上镜去铁打哦，你看他。呐呐呐！呐！呐呐呐呐呐呐呐！要把你们加一个哈气的框框。加一个框哦。哇 ！Oh my! Oh my! 那个鼓没有问题，你就不要拿来跳。当你们跳的时候，第一会有危险，第二那个脚你几时、什么时候才要踏下去走？我帮你好好记录这一切的，上镜。韩梦的生日，竟然是他生日。啦啦啦啦啦！真真塌下去。
敢敢去。敢敢去。你就会叫人家敢敢去啊？你知道吗？敢去啊！那也是。这两个要不教训就是，去跳跳床，不要太嗨。上镜，加油！加油好吗？痛吗？痛是痛，因为他直接按下去，他要去，他要推掉，他要推掉那个积雪。OK， 我去煲汤给你喝。但是至少我没有出声音啊。准备一下那个，五颜六色的，在这里纯真，可以为上进打理一切的小女人。嗯，好的。想要的话，谢谢，请在这里留言。啊，上进想要送你的生日礼物吗？开心。为什么我没有衣服？你现在有围了包吗？为什么我没有衣服？哦，你要衣服啊！这是重点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，你为什么泰国没有买东西给我？因为我回来就是你最好的礼物。开心啊！好过我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同志们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喜欢记得要点订阅，还要点小铃铛哦。是你让我知道，哎呀，傻瓜是我不怕多。是你让我从此睡觉吃饭，只要你配合。